地下室在哪呀？还找不到你的地下室呢，还不知道地下室在哪呢。明天那个逼过来了，我的库力过来了，<笑>小弟又过来了，别这么凶呀，冰姬。 干你维亚！啊，冰晶凤凰，下楼右转第一个，从那个门口那里进去吗？我不就知道你想晕我啊！跟你说，这种电刑点燃的，他就想两级杀你。 你不给他机会，他就裂开了。假装要补刀，然后他放晕，我们走位躲掉，这个三级打你一套，怎么样啊？小冰姬，把你的小鸡鸡，别给我装备，妈，我还没打出他的蛋，我操！ 我不打他，他要一直盯着我打，我就推不了线，回不了家。其实打凤凰最好带TP，1900场白金四老凤凰，我说呢，这么自信。First blood。 一切事物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碰到高手了，兄弟们！2000盘终极老兵凤凰，盖尼维亚，冰晶凤凰，牛逼了啊！ 还裸女神之类的，真屌！ 那你岂不是很强？他遥遥领先我2个补刀，我厉害了。扣一下怎么样？复活，疼不疼？5级啦，压了1级，真的假的？厉害，敢想支持我靠，不能不让我补车呀！再扣一下，冰晶凤凰。 哎呦，好像换血不是对手啊，咋办？坏了，怎么压了这么多经验？为什么刚才他可以压这么多经验啊？没道理的呀！怎么样？来抓我呀，嘉文四世 ，EQ 赶路，你能追得上我不？还给蓝城，来来来来来追追，还在 W 剑色，那来来来追追，还在W减速，来来来追追，硬追，追死我，我想死，我想当场死，干那不想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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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想死，我想当场
小鸡鸡，小冰鸡。我杀不死他两条命，说实话，我可以把他蛋打出来，但是应该没技能和蓝去杀他第二条命。其实打冰鸡最好是带 TP， 真的，最好最好是带 TP。但是我已经很久不带 TP 了，不知道带 TP 的感觉是怎么样的。
得打野来一次才能 连人带弹一起打出来。没装备啊冰晶，跟你说了，这波打断你的大图了，你的 E QE A 你给我跑，把你弹打出来怎么样冰晶，我又扛一下塔怎么样，我就又 A 一下怎么样，多 A 你两下怎么说啊，服不服，告诉爷你服，你别老是在这蹭，我马上升级了，你蹭得我升不了七级，我晕 ，EA 闪出塔，凯旋回血我不死，哪个鸡巴拿了凯旋，哎呀我真服了，这拉夫他妈不分我经验升个七级我能死吗？讨厌，康哥康哥，你的鞋子在哪里买？不是屏幕上左边有个微信号吗？16246322，加一加。他们不会听的。我杀了他升七级的，跟我七级去杀他能一样吗？我七级杀他，我是四级 Q， 不是一码事。我只说真话。不想给你了，拉夫。凯旋改了，变成回蓝了。康哥，自从买的你的鞋以后，我都是扣蓝了，那必须的呀，质量杠杠的。欢迎德总，这冰机干啥去了，游走去了，我不会游走的，他才补40个刀，就这2000盘老冰机，就这啊，经验打回来的，干死我，求你了，哥就是这么潇洒，来四柱一点血都没掉，哦掉了挺多的，对不起。你能不能出塔啊，冰晶凤凰戴维尼亚蓝的没有了，像个男人一样行不行，一摇人 ER 御神降临 A 叠个被动 QE 一刀再 EA 怎么样，凯旋我死了，不服啊，就是越塔干你。感谢刘光旭啊，感谢这位真兄弟的办卡，感谢感谢，穿了这鞋我都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了。我可没找脱啊，怎么样啊，冰晶凤凰戴尼维亚啊，下波有大他必死，这波有点火，他没补刀，他就40个刀，王凤凰狗在塔下2000多局，就这。感谢草莓哥啊送的办卡，感谢草莓哥。哎呀，法拉利没吃着。来嘛，啊！再躲，再砍，再 A， 叠被动，再 QE， 被动点燃，再 EA， 你有什么不服气啊？我能死吗？我能死吗？完全都不慌。佛佛怎么样？这波死了不恰你个30%，打野是对下加稳舒服。再来一层。我都用 QE 来躲这个躲他的控，帅不帅？其实我很细节的，每一波都躲了，只是在塔下很操蛋，你知道吗？
活到了吧，法拉利。丢下小弟。哎，来找我啊！你不服来找我啊！来杀我啊！对，打断你，躲开。服不服？就你，就你，冰晶凤凰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就你，冰晶凤凰，就这？气不气？气不气？怎么样？厉害了吧？哎呀，只能打他一条命，很恶心。换鞋商了？没有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经营的，康哥亲自把控的质量的。162-4632。小东西很气啊，他很想打回来，知道我回家更新装备，他就再也打不赢我了。其实我刚才更新不出纳什，但他送了个助攻给我，我就更新出纳什，那他这波就没了，抹了。他给不给？不敢出来了吧？啊，冰晶凤凰战尼维亚。哎，怎么还能去游走呢？不是来中路硬碰硬吗？碰不过耍赖游走搞我队友。不留个毛啊，真以为你艾瑞亚好像有点狠啊，给他 Q 走了。读个书吧。哎呦哎呦，我天赋不要带错，打死你们，操。那你不是很强？那你也太强了吧。还好我运气不错，你带错了。兄弟们顶不住了，最后一把好吧，用最后一把。靠，他妈！哎呀，这把是好像拿不到 MP。凤凰的蛋的抗性是很奇怪的，很神奇的，一会多一会少的。刚变蛋的时候很脆，快变人的时候，快变鸟的时候又会很硬。Surprise 寒冰射手，这就是 ADC 吗？这么弱小可怜无助。Q 一下，干他呀！月神降临。干我，干我，艾瑞利亚啊！刀锋舞者，就你叫刀锋舞者啊？怎么样？又躲你的晕，就晕不到我，你从来没晕到过我。怎么样？我在你里泡个澡，舒服。我走了。搞不死他，我要打够钱，我回家买这个智慧摸证才行。
寒冰射手，你敢出来 A 这个兵吗？你必死，敢不敢？嘉文，你等嘉文放技能呀，这个憨批一下子跑了，就来这里等，死等。拉夫没装备啊，拉夫。嘉文四射，就是你前面搞的我，黑的漂亮，戴安娜。还差两波。摩利斯塔干我呀，摩利斯塔布莱斯塔干我，月神降临，你以为你能跑啊？坏了，哇靠，还不如把它换了，这个憨批这么凶狠。哇，这牛哥挺肥的，六个头鸟盾，想看他了，大起来了，真是一则绿啊，一上去牛哥的，我以为这个伊泽瑞尔很肥的，你妈的阿刚六也一脸不住了，这把好像没有什么优势，我操，洗了个满的走，这个艾瑞利亚吃了个满的走，哎，不能浪，不能浪，这把他们控有点多，搞不好要输了。对面2000把老凤凰，装备了。戴娜装备了，膨胀了，冷静一下，冷一下，冷静一下。戴娜不能膨胀呀，大门戴娜。带线带线，我知识的力量都没了，这把好穷，补刀也没有，人头也没有，这把没什么。没什么优势，等一手寒冰射手，嘉文，哎，打断了，怎么样嘉文四世，哇，就你叫德玛西亚皇子不堪一击，就从我的面前这样路过吗？但是他们几个好多控，顶不住这几个控。伊泽瑞尔别送了，伊泽瑞尔，求你了。我这不还有闪，还能躲一下。怎么为什么小龙也不打呀？你们这阵容挺垃圾的，这么多 ADC， 都是下水道 ADC。哇靠，拉夫这么强壮，哎，恶心逼。想救队友的救不了，我靠，真的假的？想好了，冰晶凤凰想好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服？怎么样，冰晶凤凰？听说你还挺不服气。还想留我，那我留下来了呀，不杀了你不让走是吧？我的智慧默认根本不怕 AP 的，我靠，好多眼啊，怎么差这么多眼，再多一点，他们过来了，我需要队友，他们真过来了，全过来了，三个至少，不想抢龙，艾瑞利亚，你打得过谁？让你晕住！哇，这就是艾瑞利亚吗？别让他拱进去了，完了，上当了。Q 闪 ，QE，A 死他，蹦，可以反跑蹦，但是我的呀，圣枪洗澡，圣枪洗澡，洗，嘟嘟嘟嘟嘟，我操，颜色一脸。可以干得漂亮，这波队友还可以，不行啊，我好脆，真的好脆，得出点肉装，来个小面具撑个血量，再来个大腰带再来撑个血量，硬起来单了，
咱们搞条大龙吧，说真的。等会来个王板，好脆啊！他们物理伤害蛮高的。为什么我好像过敏啊？从肩膀到脖子好痒啊！咋回事？这个伊泽绿啊，四杠八也有赏金，也要去浪。你们下路四杠十七了呀，别装杯啊，行不行？别拿兄弟们的优势去浪啊！嘉文死了，嘉文，等他用 Q 补这个兵，Q 一小兵当跳的 ，EA 月神降临拉死了。他 Q 他 E 技能就差个0.238秒 ，E 技能，他 CD 挺高的。就是这个牛，每次碰到这个牛我都得死，他太硬了，他真的太硬了，我怼不过他，又臭又硬。鬼术面具出哪个？你们看到我出了鬼术面具了吗？哎，好痒好痒，兄弟们好痒。好痒啊！欢迎姚哥，姚哥，我现在几名啊？姚哥，不会掉出去吧？我只说真的。哪里痒？哪都痒。你能帮我止痒吗？可以，兄弟们干得漂亮，把塔偷了。戴安娜来偷他的高地啊！你们偷大龙。狗计划拆，呜呜呜，拆完了，舒服，呜呜呜，拆完了，舒服，多少钱？够了吧，王板，六神了。又硬又顶，哎呀，多打100块好了，磕个药，跑起来，巨拆，拆不没兵了，就算你拆，也就拆个门牙，没什么意义的，知道吗？除非你能把他门牙拆完或者一波，不然你拆一个门牙给人留了，很傻逼的，真的很傻逼，不骗你。一个门，哎，冰晶凤凰就变蛋啦。哎，舒服，怎么样？但尼维亚还装不装杯？嚣不嚣张？前面凶我两千场老凤凰，也不是很行。不过这人有9个头，玩的还是不错的，熟练度摆在那。Shut down。我没了。我抠闪E啊，月神降临先 A 塔炸死寒冰射手，E上去砍一下艾瑞利亚，哟，蹦他、哎、别把自己搞死了，我好硬啊，兄弟们，别不服气啊，冰晶凤凰，这牛哥是真的难日，我说实话，锁晕，哎，完了，我的鸡巴锁晕，哎，怎么还被晕到了？想家了，回家泡个温泉，买个装备，吃个药，最后来一波，拿条小龙，防止被翻了，三路破了，应该翻不了。哎呀，戴安娜倒了。这把没有 MVP 吗？他们，你觉得他们谁能拿 MVP 啊？这个奥拉夫从7-0打到7-4，连死4次，他有可能拿 MVP 吗？你知道我的伤害打了多少吗？B 是我的 MVP， 不是 MVP， 我狗康当场把这个屏幕吃了。
我操，这射的好快啊，寒冰射手。阿丽斯塔又来了，又是他，妖海雷，妖海雷。这牛哥玩的是真的好，八个人头，他妈十九个助攻，这是个辅助哎，还是个肉牛。团啦团啦，兄弟们，为什么拿我的优势浪呀？抠闪，闪屁吃！艾瑞亚的清兵，对对对，这俩兄弟死了。石头跟过来，墨菲特，我需要你。丢一小兵方向吧。啊，月神降临拉两次，打不进后方就飞。我靠，真他妈帅呆呢！你怎么这么帅？你就是国服第一帅逼吗？你们这什么屌毛东西哦！我跟你说，这牛哥玩的是真他妈的好，说实话。哇，好什么好？就这？怎么样？啊，牛头人酋长，还好好个毛？装备干我呀，出来！哎呦我操！干我干我，真的。好热啊，这牛。